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身上有打对折的25K 的速销卡包。今天新出了三个传奇 SBC，皮尔洛、德罗巴和坎贝尔，依然有租借的版本啊。除了德罗巴需要一套82之外啊，其他两个人还好。我们依次看看这三个 SBC，先来看看德罗巴这个。目前为止显示成本要100多万出点头，最贵的是需要现机一套89，一套87，一套86，一套85，一套83。坎贝尔这个稍微便宜一点，七八十万的样子吧。最贵的只需要现机一套88，然后86、84、83。皮尔洛最便宜，因为不够版本嘛，只要25万左右，基本上就是四个 SBC 啊，86、85、83和82。当然这三张卡都是顶配的，依然都不需要现机任何传奇。现在垃圾传奇也越来越便宜，现在基本上一张也就10万。之前一球在14、15万的时候买过几张，还砸在手里呢。啊，一个奖励队服的任务，随便踢踢球就可以啊。最后是一个挑战 SBC，有点难，因为化学需要90，同国籍最多又只能用4个，然后最多只能用3个国籍，所以解法就是找一个联赛，然后选3个国籍做就行了。还好总评只要75，可以用一些铜银卡。奖励的还行，是个小核弹，包含6张闪金球员包，是可交易的。好了，就是以上，谢谢观看，别忘点赞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